都想占领这个绝佳的位置。火哥这一趴谁都别想过去。我没有枪，我就是浪。没有撤退可言。一个个被我耍得急眼了。怎么又来一个有点考验技术了？来了一堆快跑，队友快跑了。黎明就在眼前。刀下生，刀下死，像灵儿一样颤抖。我他妈心态崩了呀！Oh God, please no!